上帝的恩典与同在要来这边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有多少人你相信？那第一个我真的要讲，我要给你们一个掌声，因为当很多的人选择今天要去度假，但是你们选择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因为我不是说度假不行哦，完全不是哦，有的时候要去度假，但是很多人他们会找借口，就说啊，今天我很忙，其实他们其实没那么忙。但是你们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要带着一个态度，你要带一个期盼，说上帝啊，今天我相信你要来触摸我们的生命。阿门。那一个伟大的上帝，他用他的能力，他的神迹奇事，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。阿门。态度就会准备你今天会领受到什么样子的恩典。阿们。所以好不好，再次来祷告，你要说上帝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在这里，今天请你来对我说话。举起你的双手，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祷告。你要说上帝，我在这里，请你来对我说话。上帝，我在这一边，我需要遇见到你，好不好？数到三，我们还三次，主啊，我们来祷告。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今天我们要出来迎接你，我们在心中的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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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去眺望那一个你里头的灵，节拍器，你要说上帝啊，今天你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事情？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他说话的方法，今天可能有诗歌，有见证，有信息，一段的经文，甚至你看到灯光，你看到那个，你等下走出去，上帝都可以再对着你说话的。你要准备好，准备好，说上帝，今天让我遇见你。Thank you.
今天上帝都会对你来说话，欢迎朋友第二次来说话。Amen， 请坐。我要鼓励你，在今天的聚会的时候，你带着一个期盼的态度，你要带着一个的态度说：上帝，你要对我来说话，上帝就会对你来说话。Amen。态度的时候，我们限制上帝。我们说上帝你必须要这个样子来做事情，但是上帝是一个无限的神，上帝不会受到我们的控制的。哎呦阿们吗？但是上帝他今天想要对我们来说话。在上一场的聚会里头的时候，有好多人的病得到医治，在聚会结束的好多人来到台前跟着我们分享他的见证。我要让你知道一样事情，上帝今天会动工的。 Amen。 然后拍掌，大声的拍掌，不要Amen， 准备好，所以准备好。但是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欢迎你。我们也很高兴有看到有一些同工从海外回来，在这应该还是十一长假，所以能回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真的很高兴看到有一些的家人从海外回来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，你回到我们这大，你第一次来到我们这大家庭，我们要欢迎你来到这边。数到三，请从座位上面起立，可以吗？来，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。二三四，欢迎 ，Yeah。因为我刚才发现，是不是因为你们音乐的原因，所以大家拍手都是同一个拍子？我就说给所有人掌声，大家就做同一个样。还是以后你们要乱打，然后大家就会拍走，比较不像北韩的感觉。刚才我们要欢迎新苗，现在在北韩的感觉，因为刚才只听到一个拍子，你知道 ？OK 哈，我们要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，欢迎一下一些新朋友，好不好？一分钟开始。谢谢歌手乐手，麻烦怡安结单，不管影片结束之后上来哦，谢谢。